我举个例子给你听，这个你当老公还是当老婆的，老是觉得另一半看得不顺眼，对不对？你说导师说要改变呢、啊，导师我懂啊，我要我的改变，我这会回家，我把他臭骂一顿，他就会变，我就会高兴，所以回家不讲还好，一讲娘晚上打起来了。然后立刻在 LINE 说：“导师，你这招不灵，我回来以后用你的方法已经打起来，现在该怎么办？”智慧啊，是不是？你要去改变，不管是改变自己还改变对方，你要一点点来吧。一下子切下去，血流太多了，血流过度就洒尿了，是不是？所以你要对方改变，你要开始啊，用你那智慧。一点点的转转转转转转，让他觉得很顺很顺很顺，就变了。这就是智慧。你说一步到位，对了，你逞了一时之快，就没有后续了，你就拒绝往来户，怎么办？是不是？所以一语惊醒梦中人。我在讲这句话的时候，很多人心中你自己有咚，觉得导师在讲你，对吧？所以，不管是对自己的另一半、对自己的家人、对自己的孩子、对自己的上司、对自己的员工，都是一样，是不是？有些事可能要有一点怎么样的作用力，但那作用力要看呢、啊，能不能承受，是不是？所以，明眼人是方方面面都要去顾虑到，哦，做下去才会有效果，不是明眼人呢就很累。讲一做一，但是做一的过程中忘了那0.1的考量，所以那根稻草一压下去垮了，什么都一事无成，就是这些引诱，哦，所以改变的过程中，你一定有所的取舍，对不对？要改变为什么会难？就是因为有取舍，很难，所以有些人就说算了，别改了。年龄一大把，改什么东西，是不是？所以最后还是越过越苦，谁也不知道。我不是讲吗？70岁离100岁还有30年，一个小孩诞生到30岁还有30年，你怎么可以随时说关起大门不再改变？对不对？对的东西到位了就不要改变，这是重点。不对的、不好的。有待加强，要迅速改变，改到对为止，就是这样。所以不要把我那句话讲的这个抓住了，是吧？当时你说要对的要改变，所以我们将对的要改变一下，看看什么不对。啊，不是啊，对的就不要改了，是不是？不对的去改，不要搞错方向了。